正准备谈场火热热的恋爱，却好怕恋情见光死。对不起、啊。让原味糖浆夫妇来教你如何守护办公室恋情。眉目传情是基本款，设下专属暗号更甜蜜。随时注意身边动静，紧急时刻展现隐身术。可以啊，将军，我元帅做事光明磊落，居然被你按到桌子下。临场反应要够机灵，再慌张也必须装没事。我是诚心提醒你们，白天要拉开窗帘，门也要打开。办公室八卦，这也可怕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:30，锁定爱尔达影剧台355频道，全台首播。半是蜜糖，半是伤。